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暗时新闻》，我是张志雄。今日是新历7月18日，旧历6月7日，先来看卖今日重要消息。今日开始受到西南气流影响，中南部可能会落局部大雨，东南部可能会落阵雨，其他地区可能会落雨、雷阵雨，安尼总共可能一路落到拜四。民进党陈秀莲出来问今日公客为拼客家票，国民党部分为着整合红秀柱总统选情，有人建议予李焕英、王金平各做一年的本部立委。八里沟苗栗路段发生着严重的意外，车顶七人，六人死亡，一人受伤。好，先看到这件下坠在我中道的时阵，八里沟发生的这严重的车祸意外，车顶七人因是大学的同学，要中道时阵来到台中吃同学喜酒。不过在苗栗后龙路段的时阵，疑似是因为这连安来蹦起来失控，几台车是为22公尺高的高架桥面顶摔落来地面下卡，来人死亡，几人受伤。草埔内底一台银色的车拢变形啊，几台车是密密麻麻，有两个人掉在内底，救援人员赶紧用机师将两个人救出来，也赶紧用 CPR 来赶急救。100公尺远的草埔啊，救援人员阁发现一个查甫、一个查某，也拢是无喘气咯。一台银色小绿车总共坐了4个查甫、3个查某，拢是大学的同学，暂时才对台北出发，要去台中参加中道举行的同学婚礼。严格在11:40经过国道3苗栗后龙的路段，敢若亲像碰碾车辆失去控制，并落去22公尺深的桥卡，五个人被摔出车外，两个人骑伫车内。啊，你啊看到啊，你伫遮啊，啊路灯条啊伫啊，一对路对对对，啊对面顶啊，我先看到两项物件落落来，啊你啊看到一只脚飞落来。这场车祸造成六人死亡，一人受伤。32岁姓张的查某人是危殆生患者，在车辆摔落去涂骹的时阵被摔出车外，严过伊三人头壳外伤，腰部骨盆烫疼，规身躯有真侪外伤，已经转送交予病房观察。离结婚的新郎新娘在事发了后3点钟赶到病院，同学惨死，让伊失去新婚的欢喜。只有这场重大的国道车祸肇事原因，警方也在调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所以我们来关心的是发生路横的爆炸意外，罹难者陈天顺的家属是以伊的名义来捐出100万元。另外，受捐赠善款的管理委员会嘛，规划决定部分家属因为照顾这病患是无法度来吃头路，会啊发放给伊陪伴生活照顾费32000元，即嘛估计有400多人会当受惠。他台湾大学个性活泼健康的陈天顺，伫发生顶部意外时，因为全身遭到57%的烫伤，引起多重并发症而死亡，成为第三位的罹难者。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探视家属时，不交付100万丧葬慰问金。严格前几工，伊的父亲以后生名义捐了这笔钱，希望帮助还伫咧抢救中的顶部伤患。我那一天去看他，说他担任义消，他也从事很多的救助的行列。说实在，他自己在面对这一个情况的时候，他真的非常难过。新北市府表示，陈天顺的父亲在板桥消防分队担任技校20多年，因为还有更多大型的囡仔需要钱，所以决定全部捐出善款。发生顶部意外，目前还有375人大型治疗中，后续的食培和复健治疗更是真长的路。他们是希望说把这个钱捐出来，再帮助更多现在还在医院里面加护病房，还在病房里面挣扎的这一些小孩子。此外，北新顶部案关键管理委员会拜五召开第二次的会议，因为考虑部分的家属照顾病患无法度工作，所以决议发放陪伴生活照顾费32000元，预计后礼拜五24日开始发放，估计有400多人会当领取。记者综合报道。风台南卡虽然对着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不过伊后壁的西南气流为今日暗暝开始就来影响咱台湾，到拜四进前，即中南部可能会落局部的大雨。趁大日头，民众拢出外行行的。不过中南部礼拜日开始天气可能就会大改变。第11号风台南卡虽然对台湾无影响，不过伊后壁带着西南气流，为太平洋一直延伸到印度洋，超过4000公里的行星赤道的天气系统，拜六深夜开始就会往北来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都有阵雨或雷雨出现，而且我们不排除。局部地区会有豪雨以上等级的累积雨量，要请民众要特别注意这个现象。
气象局已经发布豪雨特报，警告嘉义以南可能会有豪雨，中部还有台东有大雨，其他所在是过道有较大的雷阵雨。特别提醒中南部的民众，西南气流会一直影响到后礼拜四，雨落个真多，继续的时间更长，特别有可能会造成灾害。整个西南风碰到台湾的地形之后呢，其实就很容易在台湾的一个中南部的山区啊，当然平地也是会有哦，就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降雨发生。去年高雄气爆以后，南部连续几天豪雨成灾，就是西南气流在发威。2009年莫拉克风台嘛，是因为有西南气流带来惊人的雨量。气象局强调，这个以西南气流来五个大雨，当然不是无敌，未来会有灾害，不过民众一定要随时来注意天气的动态。记者林丁路过俊林台北报道。教育部调整高中历史课纲是引起争议，昨暗九点外有六名学生是来到教育部来喷出抗议，警察是马上来逮捕。反对黑箱部长，拒绝洗脑考纲。那话考核，那号警察带走，捍卫教育中华定线的学生十七号暗时九点半攻入去教育部。经过换乘的来人，伫条啊甲边喷出反对黑箱课纲。我们不可以接受这个政府对我们做这种事情。想要用卡来阻挡警察，警方轻松以人数优势，不到四分钟，把六位学生押上车。外口的学生马上表达抗议，发言人是拄考到台北市新湾高中的学生。这个课纲希望能够带给学生的是比较多元客观的东西，而不是因为历史也许有仇恨，或者是有太多。放进太多个人的情感，在如果部长不出来做正面回应的情况下，我们不排除有更大规模的行动。无想要让人洗脑，高一学生嘛站出来，但就伫咧行动进行三点钟，教育部宣布校园的课纲座谈重新要办理，后礼拜是23号暗时6:30到8:00，要伫师大附中、新竹高中、彰化高中、甲台南一中四间学校同时间办理。部长不一定会去就对了。没有，我们现在这一定有适当的成绩会参与这个座谈会。部长吴思华今嘛人伫咧法国参加会议，估计22号回来，敢爱参加也唔知影。历史教师秦军人民讲，座谈重新办理是因为学生22号爱大规模来包围教育部，那是也是干阿伫遐正令宣导，部长无愿意亲身来主持。学生的又一次不欢喜，反弹更加大。记者小新志明台北报道。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今天是到新北市中和来抢客家选票，除了讲客话，也在开支票讲要来发展客家文化。手工南雅客家大票仓，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18号前往中和客家文化馆，为了要得到客家选民的心，开场致辞，就唠了一段可怜真久的客家话，随赢得大家破声连连。现场按照给客家乡亲安排做，大家好。有在台北的时间，一定是开中常会的时间，所以我的客家课就放在中常会之后的那个时间，我一定每个礼拜会上，就看就像我每个礼拜要开中常会一样。杨国蔡英文不是跟他讲利益，伊当场捧出客家政策牛肉，要学德国南部小镇出西部山线的协金，被打造浪漫第三线。串联为龙潭到石碇的客家文化带来推动观光，很强烈的客家的这种文化跟客家的产业集结的地方，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特色，我们把它连接起来，变成一个浪漫台山线。针对17号公布的民调，洪秀柱一中东表有超过60%民众反对。蔡英文对此表示，这不但显示民众珍惜现有的自由民主生活，伊也劝洪秀柱两岸政策无适合做政。至于副手的人选到底什么时阵要公布，蔡英文无答案，只跟他讲登记前就会公布了。记者综合报道。在国民党的部分呢，在国民党全代会明仔就要正式来提名洪秀柱来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不过为着要整合伊的总统选情，起码有人是建议，好，立法院长王金平再度来担任本区立委。国民党全代会19号就要登场，不过提名洪秀柱的声音不断。中台湾的热情支持者特别举办活动，材料一支4公手管的条啊，代表洪秀柱一定会使扭转乾坤。所以有史以来最辛苦的。
而且大家也知道，天天没至于内部很多意见啊，到现在都没有整合。但是我们一直要希望他加油，能够度过这个难关。国民党总统参选人即要定案，洪秀柱可望出线。不过，即阵有风声传出讲，支持王金平的人马拍算在全代会提议修改无分区立委提名办法，予立法院长王金平会再试图删掉无分区立委。也个王金平表示唔知影。不过，支持王金平的立委候选人要拍赢明年选战，一定要凝聚各山头的力量，要串联支持王金平的势力，为王金平来收无分区的提名办法。强调那是王金平继续留在立法院，对洪秀柱的选情有加分作用。只要说院长愿意的话，啊，或是党中央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啊，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嘛。明天。包括委员长这个状况呢，也不一定要在全代会来处理，也可以在未来的中常会上来处理的。所以我们只希望明天那个氛围能够出来，那未来在全代会，在中常会的时候来处理会更适合，更容易。九十九号就要在中常会面临最后一关的洪秀柱，十八号并无公开行程，而是甲党主席朱立伦斗阵到全代会会场，也为十九号全代会大团结提前来做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天表示，无排除要部分老人福利的医生刷来做囡仔的福利。郭文天今日讲，会伫这两个月来讨论明年医生时阵来思考，看卖到底是要哪做。台北市长郭文天下晡参加高龄化社会论坛，希望甲专家来学习解决台北市高龄化社会的问题。因为根据台北市政府社会局的统计，在去年十一月底前，台北市65岁以上的老大人已经正式超过14岁以下的青少年的人口。为了缩减台北市的医生，柯文哲计划缩减台北市的老人福利，未来订定百户条款，删减的部分，将刷去囡仔来读册来补助。柯文哲表示，现阶段奥利思考。7月8日，整个台北市政府会针对明年的预算哦，开始做内部的辩论。预算要怎么多？到底是在老人跟儿童之间要怎么分配？那这个好问题，我们要开始思考。安那缩减老人福利，看不进尽头听，因为目前台北市的老人福利预算差不多58亿，不过10年以后将会成长到90亿，恐惊其他预算会无够用。专家学者建议，台北市政府应该各一届来检视老人福利的政策。一旦透过服务来代替津贴的发放，而如果说对于真正需要的服务，以服务的方式去做替代，为了选举，其实就是很单纯的以津贴的方式去发放，那这个是其实效能上不好，而且其实使用的状况到底是谁用了，你也很难去左右。学者认为，不止台北市，其实全台湾的老大人人口成长真快速，应该制定百户条款有必要性。如果无订定百户条款，政府的财政的开销会有一天会愈来愈多。加上未来的长照化上路以后，还有足侪服务需要来调整，所以钱自然来开伫对的所在。记者李伟、张志佳台北报道。邦桥埔州合肥主体的建筑品质是有争议，这建商日盛生今日开始举办这组合的座谈会，不过组合是不满日盛生讲无新意啦，现场是发生着激烈冲突。塞来塞去，冲突真激烈，一群人倒伫涂骹，现场气氛火爆。日盛生18号早起举办组合座谈会，希望甲组合面对面沟通，想不到却引起了冲突。打电话时候答应我们说，夫妻可以一同进场，家人也可以一同进场，是一个和平公开。他们想要跟我们公平而解决这件事，连进场都不能进场，怎么解决？日盛生严格管制进场人数，就算是想要好一号也可能一人进场，才引起冲突。甚至有想要好认为，日盛生开座谈会，只想要对想要好蒙头，退场机制无诚意，却无法度比较二楼以上组合，直接退场，让人真火大。二楼都已经因为安全考量可以开放退场，为什么独独一楼却不能够公平的开放退场？因为二楼以上的承购户，他们在购买的资格，还有他们也被受限10年之内不能转售。一楼的承购户多半都是投资自产的部分。吉先生表示，原本买一楼甲二楼以上租价甲机制都差别，会尽力甲承包户来沟通，同时承诺。房产安全无分楼层，将来会依照四大工会鉴定报告结果全力补强。按过承诺，一楼组合会提供租金2年，合约总计3%年租金。
选举信心释出了善意，不过想要好向前规，要做题有问题，就算保证成功，也是坚持退出，未来双方向前移交合约来拍官司。记者综合报道。咱伫高雄蚵仔寮渔港的外海有一只这帆船，是来派去是要求海巡署讲，敢会当甲因协助拖船。不过海巡署毋是民间的拖船公司，除了紧急危难时阵才来甲船来拖转来。最后这海巡啊，因为惊讲这时间愈来愈晚了，才甲这条船来拖转来这海港。不过这条这拖这苏林的船的油料，即嘛是全民的出钱，是引起着争议。半暝十一点外，帆船终于被拖入来高雄港，人平安上岸。这只帆船原本对高雄港出海，却伫蚵仔寮渔港外海失去动力，平安被救回来。船顶的人真感谢海巡，但嘛对救援的过程有意见。海巡的弟兄在那个地方，他没有办法接受我们登岸，原因在哪里？因为涉渔制度，我们不能登岸，是因为我们没有申请。原来在陆上进前，帆船就因为不够油，想要去渔港加油，只是根据高雄市政府的法规，无申请帆船袂使挖渔港，才会造成尾啊无动力。那是由大哥你自己去加油，还是在上岸啊？需要上厕所或者是提供什么资源，也可以协助。那加油的话，但是因为这个部分，我们还是需要经过主管机关的核准。但船无动力以后，一开始海巡无同意协助拖船，因为救人才是海巡的任务，船当时无危险，应该爱找民间的专业协助。船长的人员没有立即性的危险，那我们是请他先那个看看有没有说比较专业的拖带船来帮他拖带这样。船家认为法规太过刁难，但是帆船上要佚佗的设备，公部门认为出海进前油准备不够，又搁无要依规定做代志，嘛是予人真为难。记者王家川、柯建准高雄报道。发生落横意外伤者的复原福建是受到各界关心，有一名过去受到73%烧伤的少女庄雅金，伊伤势严重到仅仅剩一支正手，不过庄雅金并无放弃，靠着这唯一的手来开创生活，已经站出来为着发生落横者的伤者来加油。原本应该是非常少年美丽的年纪，也不过21岁的庄雅金，八年前因为一场火烧车意外，规身躯70%遭到3度的烧伤。唔呐，毁掉伊个面貌，双脚甲倒手也因为感染而锯掉，互伊变做独臂的少女。当时伊捌怪妈妈为安怎要救伊，也捌一度想要自杀，是妈妈一直鼓励陪伴伊，才互伊有勇气接受无完美的家己。一直鼓励我，然后就说，不管坚定怎样，妈妈永远爱你，然后你永远是最宝贵的、最独特的。后来，庄雅金靠着村内正手，在网络上家己学制作拼图的孟家红仔的吊饰，没想头一摆摆打来卖就真受欢迎，予伊更加有自信。原来一只手也会使赚钱自力更生，唔奈个伊饲生活也会使饲得到灵感的妈妈。大家都还是爱人的，就是还是会刀人接纳，就是反正大家知道是我做的，大家都围到我的摊位前面，所以我的摊位永远都是最热闹的。因为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孩子。好像是在人看来是不完美的孩子，可是因为这样子的不完美，然后让我成为一个很棒的母亲，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我的女儿真的很棒。虽然后悔小家变安呢，司机跟他伸正手，不过庄雅金靠着一双钢铁脚甲一只手，用彩色的拼图拼出家己的事业未来。即阵伊也甲家己重生的故事写做一本册，希望因安慰甲鼓励其他受伤患者甲家属，勇敢来迎向未来。记者综合报道。好消息，2015台北羽毛球公开赛台湾选手周天成是进入到冠军赛。对着林丹这款高手比赛的强度，唔免讲嘛知，周天成会当做的，干那无放过每一球。把自己的天賦吹回來，為落後六平到拿到第一球，自己也很高興，幾六次也因為全場球迷加持打出好球。雖然讓林丹拿第二球、第三球中段和中段，周天成的氣勢有夠旺，領先上座有10分，但是一個閃神讓林丹錄到只差2分。20-16，全场球迷拢真紧张，各一球就会使入去拍冠军。
李碧怡拍白领单入去决赛，这嘛是两个人世界国际赛周天成头一届胜利。我有盯住吧，就是尤其是打到第三局的时候，每次一开始都是被他拉开嘛，那这次就是有特别注意说第三局的前半段，就是我是想说尽量不要被拉开，然后打到后面就是再拼，可是就是没想到就是拉得比较快。赢球的关键是自己成长的部分。身为头一位拍牌领单的台湾选手，周天成讲，正是台湾男子羽毛球实力有起来。29号决赛，希望更加侪球迷来为伊加油。记者小新志明台北报道。即马是网络时代嘛，吼，做别的工厂来受到冲击，伊嘛咧思考要安怎来做转型。细细台啊，一台自动化机器，即个动作就完成一支笔上界重要笔芯。文明钢笔厂是高雄在地文具品牌，有60年历史。也不过，连接生产线的员工也拢真有历史。对高中毕业就来工作，即阵退休了后，又搁倒来斗三工。就细人到来到这做啊，啊为了公司，为了咱家，啊咱退休了嘛，爱为公司者，以厂为家啦。工厂继续用老师傅，除了技术需求，产量无亲像过去遐多。工厂生产的速度无遐尼紧迫，也是原因之一。即个做了40年的老员工，就见证笔厂的兴盛甲衰退。70几年迄阵量上大啦，迄阵30万只，迄阵机啊，又到要做到30台，要30台啊。文明的头一支钢笔在1959年就市，后来因为时代转变，钢笔市场大量萎缩，三间钢笔厂倒了2间，干那村文明转而投入圆珠笔甲彩色笔。SKB 圆珠笔就是大家知影的品牌，不过即阵提笔写字的人也大大减少，传统产业再度面临转型的考验。它可能可以跟文化结合，跟影视结合，成为一个所谓的礼品，或是一个客制化的商品。那未来你可能就会带在身上，而不是只是像一般的圆珠笔用完就丢掉。所以在文化转型上面，我们希望它是跟文化跟设计做结合，然后要呈现一番新风貌。文创产品正伫流行，老笔厂也想要安尼做，像古董钢笔的复刻，还是重现1973年的圆珠笔，希望用台湾笔的历史来做包装，打开新的市场。记者施宏海报道。国际新闻，4月17号是发生着严重的松林大火，即卖已经知影已经有一个人死亡。今日烈火引起阵阵浓烟，伫青天顶雅典高窟45公里马拉卡萨的林地，17号过道了后，青出大火。烈火伫强风甲高温的作战之下，渐渐燃烧。毕竟雅典周边的主题区以及南部博罗奔尼撒半岛，总计有59个起火点。当局调派140名消防员、70台消防车，以及4架直升机、甲7架小型飞行机协助扑火，并且紧急疏散当地居民。Και μετά μέχρι να βγούμε είχε πάει και από εκεί. Μάλλον βάλανε σε 2-3 σημεία ταυτόχρονα φωτιά. Ήδησαν σπιτιά. Ήδησαν σπιτιά. Από την πάνω πλευρά ναι, ήδη έχουν καεί κάποια σπίτια.居民怀疑有人放火的可能性确实存在。希腊已经通过欧盟第三波的纾困案，引起反政在政策民众的不满。希腊国防部长也强调，不排除让人放火泄愤的可能，不过也有可能是天气大所引起的。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召开紧急会议，并且挂往危机处理中心坐镇，对民众信心化为，同时也正式向欧盟提出协助救火请求。και γίνει επίσημο αίτημα στον Ευρωπαϊκό Μηχανισμό.και βεβαίως αν χρειαστεί. 希腊这波大火已经造成至少一位民众死亡，法国已经派出消防机甲专家前往协助扑火。记者综合报道。伊拉克发生着自杀炸弹的攻击，造成超过100人的死亡，另外奈及利亚是发生着人肉炸弹，炸死上少13人。奈及利亚东北部尤比省的省会达马杜鲁17号透早发生3件自杀炸弹攻击。因为迄一天是伊斯兰的开斋节，大批穆斯林伫广场进行开斋节祈祷仪式，却遭到2名双胞胎的女童引爆身上炸弹。进前附近的清真寺也传出爆炸声音。警方调查，炸弹客竟然是一名不满10岁查某囡仔。Small girl that is not up to 10 years just approach one of the checkpoints that is this near the government house here and blew herself.That is the first incident where she killed 6 people, including herself. They are wounded about maybe 7 or 8 others. 这三件攻击至少造成13人死亡，50多人受伤。尽管无团体性侵犯案，不过当地伊斯兰极端组织博克圣地嫌疑上大。
博克圣地古尼帮票数百名小路，了后真侪班利用这小路，甚至如同做真把炸弹发动攻击，手段非常凶残。联合国十七号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这种无人性的暴行。前一天，当地贡贝市也发生了自杀攻击，将近50人罹难。另外，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北部的迪亚拉省，十七号也发生汽车炸弹攻击，真侪栋建筑物倒去。第四组织在刺激反导开战节的民众，目前已经知影超过百人死亡。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已经承认犯案。迪亚拉省政府宣布将为遇难者哀悼三天，同时为了预防进一步的攻击，也阁下令在开战节期间将所有的公园和娱乐场所来关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北部地区温度26度到33度，中部地区温度26度到32度，南部地区26度到31度，东部地区温度26度到33度，华东部分25度到32度。今日收看今日暗时新闻，我是张志雄，但请大家继续收看《公视晚间新闻》，咱再会。是改名叫做胡心瑜，好不好？那如果我改名叫做胡心瑜，爸爸会比较常来看我吗？我们今天你很好，应该好好去读书才对啊。爸爸，这讲义哦，都好厉害哦。家里妈妈会想办法，你只要专心念书就好。世纪当代舞团与德国莱比锡芭蕾舞团首度同台，编舞家姚淑芬重现经典作品《婚礼》，莱比锡芭蕾舞团编舞家马里奥施罗德带来《Current Two》，并为世纪当代舞团量身定做全新舞码《狂放的野蝶》，两个舞团三支舞作同台呈现，公视表演厅《婚礼》《Current Two》《狂放的野蝶》。真实生活，我们经历多少明明是清醒的自我麻醉？在意外卷入病患致死的医疗纠纷中，麻醉科医师卷入这场诈领保险金的麻醉风暴，让保险。